理位于台南市中西区中一路上，经过阿夏饭店，然后经过天公庙即可抵达。台湾首庙天坛，在以前为台南府城最高点鸠岭之上，简称天坛，地方居民俗称天公庙，为主祀玉皇上帝的庙宇。因台南天坛附近的数百年街道已经重新整建过，再加上多次的整修，都未能复旧施工，因此整体的建筑并未显出古貌。不过三进三开、兼带两廊的格局仍保有。相传郑成功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取得台湾后，祭天天坛即设置于鸠岭，也就是现在台南天坛的现址。英料理是台湾日治时期的一间高级料亭，旁边有列为古迹的天坛与台南侧后所。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英料理所提供的是道地的日本料理，甚至是台湾首席日本料亭。英料理于大正元年11月15日开业，后于大正13年重新装修，是当时政商名流交际应酬的场所，也就是许多官商名流瞧事情的所在。该建筑曾一度被列为市定古迹，但仅不到一年便又撤销。建筑的主体于2008年凤凰台风来袭时倒塌，2012年台南市政府开始动工计划，将此处改为开放式的广场。后来该建筑列为台南市第一座市定纪念建筑。英料理的创办人名叫天野久吉，于1912年创立英料理，并在11月15日开幕。店名英来自于英千阁，是为了感谢前老板龙健归藏的栽培赏识。最初的英料理是大众化的食堂，招牌的菜色是蒲烧鳗饭、寿司便当。由于当时台南并没有大型的旅馆或饭店，日本皇族或政府要员来台视察时，都会下榻在知事官邸，并由英料理外送餐食。后来1924年英料理改建，英料理涵盖了表栋、中栋、里栋等三栋建筑物，共约占地200坪。英料理临近当时的台南州厅等官署在地，日治时期曾是政商名流的交际应酬场所。英料理是很高级的料理店，日式的菜式十分精致，食材都是从日本进口，其中鳗鱼饭尤为鲜美可口。据说昔日入夜后，人力车川流不息，夜晚还有从新町转借而来的艺妓歌舞。
2012年，台南市政府规划将英料理改建为开放式广场。2013年底，整修后的英料理开放参观，并有展出创办人天野久吉的孙子天野朝天所捐赠的旧器皿等物品。2016年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将英料理委外经营，由阿霞饭店的经营团队取得经营权。